福建中学附属学校步操银乐队成立于2010年，由小四至小六同学组成，曾于校内音乐会、运动会及毕业礼典礼演出，并于2011年首次参与2011香港步操乐队自之香港国际步操乐队赛，并获得第二名之成绩。期望乐队能朝着表演和比赛之机会增加自信。可以啦。Audience, please ready. Band, please ready. You can start the show.